我现在是纽约时间的10月11号星期一的上午将近4点钟。那我正在吉隆华科机场等待要去 LA。 纽约机场宣布说他们再也不会搜查关于大麻制品，那不会是他们的 priority。 对，纽约的航警局是这样说的。那的确我刚刚过海关的时候过海关检的时候进国内先安检啊，因为我要去 LA 嘛。那国内先安检的时候他并没有，我包包里面有一罐长得像大麻的东西，但是还没有拿出来，我的电子烟也没有被拿出来，那就这样过了。对，我全部放在 carry， 我全部放在就是我的皮包里，就是随身行李的皮包里面，那他也没有叫我拿出来这样。那在加州的行程会很满，还要去 Vegas，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。我现在尽量趁着不睡，然后第一段航段也不能太嚣张，第二个航段才开始正式的睡，因为我怕我转机时间只有35分钟。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希望接下来的旅程可以平安顺利。现在是美国东岸时间10月11日的早上6点50分，我正在北卡莱纳，我在北卡的机场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转机，没错。所以我现在等一下要从东岸跨到西岸去，然后转机时间只有很短，所以我现在航下里面拼命的走。刚上完厕所之后就开始拼命的移动。对，好，祝我好运了，大家拜拜。好，我现在在北卡罗的过境旅馆里面，然后因为我的班机我原本应该早上就要到 LA， 然后变成明天早上才要去。我今天莫名其妙在过境旅馆过一晚，哒啦哒啦。反正今天就是我本来想说从东岸到西岸有多难，就是一般飞机嘛，了不起转机嘛，就没有呢，就转机就被取消了呢，出事呢。然后反正就是本来可以上飞机，结果上了飞机之后他就说，哦，那个我们的组员呢已经超过了工作的时间，所以就是不行。然后于是呢我就得到了这一个就是转机的旅馆，还不错，它两张床，两张双人床，然后还有客厅，还有浴缸。对，还给我12块美金的就是吃饭的钱，但是都没有用，就是我今天就废掉了，我现在绝望到炸裂。希望明天的加州行顺利，希望我可以顺利的抵达 California， 跟妈妈夫妇会面，因为我们接下来有很重要的访问要做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爱你们。